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One This。好，这个红旗的 Sailor Max 有两个类别任务嘛，就是头脑战跟混血赛亚人。那上一次我过的时候是直接用比克带队啦，所以两个类别一起过。那么这一次的话，就想说那一个队伍啦，算是相当的豪华啦，因为很多新卡，所以就讲另外组来看看吧。这次打算是过头脑战啊，用的是融合或合体战士。Vegito 这样子的话，这边就全部都是头脑战类别有啦。然后在 Field 的情况下啦，头脑战类别还蛮多角色的，不过基本上就是比克啊、Vegito 啊这一些，大家随自己的喜好来使用啦。呀，这一张的话，老实说有点小犹豫，到底要不要带它了。因为遇到克数的状态的时候，会死得相当痛苦。可是其他的角色又要叠得有点久。这一次的话就可能冒险一点了，我带这一张好了，有一个50%的减伤，把它放在三号位，然后又可以吃到200%的对战技，火力又猛，加。试试看呗然后主数出手的话就是1、2、3啊，这三张。超市双人 GT Hero Ikimasu， 就这个样子吧。初始的顺位非常的差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初始的顺位非常的差。然后这边只要吃到必杀了就是直接飞天啦这边的话，那么就是绝对这么个白发啦，23万、19万跟13万哈，这个位是绝对是要开的，不用想那么多。OK， 这个样子，悟空给他这一个，最后的话 ，Magito 可以开到超必杀 ，All right， 嗨，来。总确立啊，干啊，果然总确立这种东西嘛，就不要太依赖了哈。好痛！不过在先攻防御方面呢，刚才紫双人的防御力算是比较顶的啦，所以就还是得他上，要不然也是扛不住。然后需要6个回合，紫双人才有机会做到合体复活这样子，需要一点时间。OK， 没记得。OK， 水连击啊，连那个普攻，再来高确立，我靠，13万，开 Wish 还是3万，有没有？这就是被克数之下，超级痛苦啦。然后。等一下，下一轮想一下，下一轮会用到嘛呢？不管那么多，反正可以火力全开的时候就火力全开。这个必杀太多了啦，有点烦哦。虽然说是讲有全属性都在啦，但是还是很痛啊。血量这边已经是直接被压到50%以下了，等一下下一轮应该是继续开 Wish， 然后后一轮北极豆复活这个样子。北极豆合体 sorry 不是复活，这边没有复活能力。好啦，再来啊，财星大佬30连击的大佬没有连击必杀啊，惨人。OK， 他们两粒的那个正中胯下，全部瞄着敌人的要害丢了。看他赛鱼不爽你们了，有没有？70%减伤还被打到这个输出，呀，可爱呢。OK， 没接到322万。火力方面我相信是还算不错的啦。 OK， 摩托好啦，
水没盖啊，没装。好，哎、欸，这一边的话，啊啊，没办法，没办法满气，哇、哦，这个真的是超可惜。不过没关系啦，反正都是克数嘛，哈。哎，19万、23万跟23万，然后这个威是肯定要开的啦。然后再来最后这一边，等一下我稍微思考一下哈。OK， 直接过。哎，全属性干到，因为第一次整场干40%减伤，克数6万1，还行还行还行，还在防守范围内。好啦哟，哦吼 ，nice， 这边是可以打出大输出的地方，碎了。然后，哎，狗哥，952万，好乖，哦，黑狗，再来。啊！我靠，怎么全部不连击啊？这样子好像有一点点的小难搞哎。哦，所以再来，哎，奇怪，连击怎么？为什么全部不会连击器了？我的角色，哦，碎啦！哎，这边是隶属，下一轮才是大干。这一边的话，等一下，首先就是主动技，哎，主动技先来，看一下哦，这边是可以超必杀，但是没有到非常的理想。どうしようね，那、啊、不管这么多，主动技先开掉先，这个绝对是要红了。OK， 不算到很顶。哦，对了，这边只要开到超必杀就好。我突然想到，我记得的被动是中，诶，高确率必杀追加嘛，所以不影响。那么接着就是我们的 Vegito 久违了，哈哈。よこせ早く。こいつがスーパーベジート。いや、先攻必殺嘛吼。反正一号位绝对是我们的ゴジータ，没有跑的啦。さて行きます。减伤三颗红珠嘛，然后再来的话，到底要怎么个摆法才会比较好？哦，这边可以吃到四颗珠，四条连接，这边只有一条一两条。どうしようね？我看保留这一张，这一张的防御力应该会比较高一些些，然后配上40%减伤。我这边是希望尽可能的让血量啦吼流得多一点啦。ちょっと这个为什么要刺过去？不会刺左边吗？你刺左边那个红珠就会掉下来啦。然后这边下来的话，我想一下吼，珠子不是那么的顺嘞。どうしようね。あーくそ。啊，算了，是不是我就知道一定是跑成这个样子？来，高确率，哟沙，我记得一 K， 哦呼 ，nice， 所以这，哎，才620万，就到塔里内那，不过没办法啦，连接没连到什么，这边如果他是跟悟空。
一起的话了哈，哇，这个就火力十足啦，超可惜的。嗨，文君就知卡梅哈梅哈，再来，呀，彩星大佬就是要有这样的豪气。文君就知卡梅哈梅，好，我超喜欢这一段的。OK， 现在塞鲁的血量已经是压到 50% 以下了嘛，这样等一下的输出值应该也是不错吧，可以打到相当 OK 的输出。OK， 所以终于连击。老实说这边的话我有点小担心啊齁，虽然说有 40% 的减伤在，我有点担心北极都扛不住啊。北极都 blue， 哦吼，来啦来啦，一贴。哇，16万还行还行。然后最后的哎，我们的 Vegito， 可惜啊，这边如果比较多的必杀在最后一位的话是会比较理想一点。 OK， 再来啊，干，只有一发，我6万多，呵呵，痛，这样的话也不可能让他去承受太多的那个输出了。雷吉多 ，blue 的，可能这位会成为最大的漏洞，也说不定。哦吼，最后，哎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最后可是必杀在那边，但是没法躲，我还是需要把它给摆过去。嘛呢？首先就是，哎，哎，对对对，就躲，忘记掉。お前の口から聞けるなんて最高だぜ、ベジータ。フュージョン、フュージョン、はあ。俺は孫悟空でもベジータでもない。俺は貴様を倒すものだ。貴様を倒すものだ。没有超必杀哎，糟糕，やっべ，开不到超必杀。麻醉哟！手加減はいらねえな。今度の俺はちょっと強えぜ。奪い、ハメハメ！其实悟空，超市悟空啦，他最理想的登场方那个顺位啦哈，其实是在二号位的，可惜啦这边。さてと。いよいよこの俺の必殺技を見せてやるか。これであの世へ送ってやる。ウルトラビッグバン、カメハメハ。カメハメハ。OK， 火力什么的话，其实就相当的到位了。剩下的哎，就看我们的运气了。さてさて、行きます。差不多这一队的话，通关应该是可以的。哦，水，行け、ゴジータ、オラ、必定会心。哦吼 ，nice。哦，我看开了必杀过后，痛到腰朽。オラ、オラ，文君就知卡梅哈梅哈。再来，高确立 ，yes。如果是开路数比较多的朋友啊，自己的狗鸡大开路数，超市双人开路数比较多的话，这边打起来应该会蛮爽的。沙爹孙悟空，1110万，卡梅卡梅哈，彗星，没有，再来，啊，连了个普攻。哦，哦，これ、まずいよ。ベジトブルー、靠，ベジト、お前。回避。嗯。被他坑了。呀，竟然是死在这一边，真的是
小小的遗憾，不过这一队来说是当然可以看得到了，刚才那边这样打下来其实就还蛮顺的，只要道具还有的话是可以通关的，但是没办法，前面四个回合我们的顺位也不是很好。然后再来的话，我觉得悟空在二号顺位登场啦，就是第二回合登场其实是最好的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回合这样顺序下来，悟空第二次登场就是可以开主动技，就第四回合的时候他的主动技是可以炸在隶属的身上，这样子的话是火力最大的呈现啦，那一边会比较棒一点。然后可能就是这一张加这一张在第二回合初登场，然后这一张跟两张超市在第一回合登场，然后一二三不要，这两张随即一张是在第一回合登场的话，那么那一个顺位就可以顺得过来了，可惜啦，这边就老实说真的是没有太硬的美机都可以代替啦，这边要不然的话自己有这一张的话，然后有这张比克的话其实是可以把它给摆进去，这样子的话用起来会过得相当的顺遂啦，老实说这一队的话完全是可以拿来通关的啦，超市爽，超市爽人带队，然后各种的美机都下来，大家可以拿来尝试一下啦，这个是头脑战那个类别啦，可以试试看。 OK，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So， 真的是 So， 最后的时候竟然给我没有回避发挥，没激动，麦开坑那么卡。